调查局将人通通移送北检。据了解，这些人涉嫌触犯证交法特别备信等罪嫌。涉案的主嫌失信女子以及证信门号商，还有其他的涉案员工啊，他们以这个拆分门号的方式来个里应外合要来诈骗远传公司。这名失信的女副理先是批发门号给证信的门号商，在2013年到2020年间，证信门号商利用他国内的这个公司啊，专挑电话费减价的时段拨打国际电话到印度洋的小岛，而这些电话都将会由他在国外经营的这个陆游公司所转接。这时候证信男子就会透过国外的这个陆游公司向远传收取境外服务费，在其中赚取价差，七年竟然狠捞上亿元。远传电信发现这个国际电话的话务以及费用情形有些异常，事后发现有内鬼，就愤而提告。台北检调在25号兵分25路展开搜索，将约谈失信的女子以及这个证信的电信商，还有其他员工等9人约谈到案，要来厘清案情。以上现场的最新情形。